淮河两岸，独特的气候环境，塑造独特的风味。同一种食材，万千般变化。仍靠手艺传承文化，用心守护风味的转化，付出勤劳与时间，获得食物敬意信仰，滋养万物，这是朴实无华的佳肴。时光荏苒，风味不变，烟火点亮四季温暖。竹塘村，中国三大挂面村之一。75岁的范家祥，几十年一直坚持传统工艺。无论时代如何变换，城市如何发展，对于做挂面，范师傅一直有自己的追求。将和好的面用被子盖好，醒面。手工挂面的制作可谓是十分繁琐，遵循其规律，范师傅将醒好的面摊开，用擀面杖反复压实，制成一块大面皮，撒上面粉，将面切成大小均匀的面条，操作行云流水。为了保证面的韧度，将面条搓揉上劲，这个过程需要耐心和技巧。范师傅夫妻默契配合，凭借着多年的经验和技艺，才能将制面的工艺做到如此的纯熟和精湛。经过两次盘条揉搓，搓面条变得细长均匀，面慢慢盘入陶盆，等待面的将是风味的窖变。天色渐黑，夫妻二人开始忙碌起来。这个环节非常重要，它直接决定着挂面的品质。这个步骤叫做上竹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手的触感非常关键，凭借经验来掌握力道和速度，这是一个无法量化的过程。范师傅则借助陶缸弧度，左右均匀发力拉伸面条。拉条是一个既需要技艺又需要体力的过程。拉长的面条放入木箱，箱内慢慢形成密集的网状。第二天，手工挂面的晾晒，气温和湿度必须恰到好处。一排排面条如同丝绸，从范师傅手中划过，反复均匀拉扯，挂面跟随节奏不断拉长变细，直至挂面细如长发。阳光透过面条的缝隙微微颤动，挂面包含绵长的情感，坚守着本心，让传统风味走向生活。在合肥本地，有一道挂面做的美食——泥鳅挂面。王运祥作为当地社区工作人员，每天忙碌于基层。今天，他要去李道满家做一道挂面美食。冬季的乡村略显安静。王玉祥和李道满来到池塘边，李道满拉住网线，慢慢往岸边拖拽，快速提起网兜。不用做饭的，就要甩肉抛肉。今晚子就找那整肥，好漂亮的。泥鳅身体柔软而有弹性，有细长的尾巴和小鳍。泥鳅中富含优质蛋白质，营养丰富，口感鲜美，常被用来做成各种菜肴。
农家小院显得那么质朴，王玉强做事干净利落，将泥鳅都倒入盆中，夹起泥鳅，去除多余内脏。泥鳅再次用井水清洗干净，将采摘的新鲜大蒜放入盆中，蔬菜表面的泥土和污垢被冲刷得干干净净。清洗后，大蒜生姜切断，花椒、八角、桂皮、香叶冲洗干净备用。将姜片、葱、蒜、辣椒倒入热油中翻炒煸香，待香味激发。这个炒调料啊也很关键，大火烧啊就把调料烧糊来了，就不香了。加入适量清水，冷水倒入泥鳅慢煮，适量料酒激发味道，盖盖焖煮，香味四溢。揪出一把挂面，挂面与汤汁快速融合，刺激面粉与沉淀物溢出。一碗泥鳅挂面，汤汁的醇厚，挂面的嚼劲，满足了合肥人的食欲，更是相邻的美味佳肴。面食在中国饮食文化中有着特殊意义。秦岭淮河以北，皖北地区的面食有着不一样的风味。一根面串联一种文化。徐浩广，15年板面经验的专业师傅，始终保持着对传统板面的尊重和热爱。太和板面是一种中国传统的面食，制作过程繁琐，需要经过多道工序才能完成。根据经验掌握好水粉比例，将面揉成絮状，把这个面搓成絮状，然后再一块和成面团。双手按压面团，沿一个方向推、压、揉，反复数次，直到面团柔软有弹性。揉好的面还需20到30分钟醒发。醒好的面按压成块，用刀将其切成宽度约为2厘米的面条。擀面是一个技术活，用手掌向外推动面条，保持力度均匀，面条厚度逐渐变宽。将擀好的面条提起，让面条自由悬挂，用力摔打，反复多次，这一步可以让面条更有弹性和嚼劲。太和板面通常以羊肉为主料，羊肉的肉质比较细腻，加上20多种香料调料熬制而成，其味道独特，十分美味。选取新鲜的羊油下锅煸炒，使肉表面形成焦香，留下醇香味美的羊油。辅料下锅煸出香味捞出，新鲜的辣椒反复爆炒，直到炸至香脆，散发出浓郁的辣味。这时候加入切块羊肉，辣味充分释放，增加羊肉的口感层次，同时让肉质吸收足够的味道。宽面下锅，面条煮熟，沥干水分捞出，面条淋上浓郁的汤汁，鲜香汤汁与爽弹的面条交织出独特的美味风情，令人回味无穷。辣，辣的到位，辣的舒服。我平时挺少吃板面的，然后今天是跟朋友一块来的，然后我觉得今天这个面还不错的，面非常的筋道，它的汤汁呢就是很鲜，肉都是很大块的。面是生活中寻常食物，
承载着情感和记忆。在喧嚣的都市中，简单的一碗面可以给予我们温暖和力量。无论是小巷中的拉面摊，还是高档餐厅的精致面食，面条都是一种跨越时空的美味。它连接着过去和现在，承载着人们的情感和记忆。